今天我大众喜爱的现象，但其中也不乏有人对他产生质疑。社会精英、名人主持、体坛大佬，这种一窝蜂出动针对某一人的现象也很少见。这当中有人说他没礼貌，有人说他夺冠全凭最后一跳，还有人说他能夺冠全靠现场没有观众。一系列的言语其实无形中也造成了全红婵的热度之一。喜爱他的跟讨厌他的这两股绳拧在了一起，造就了全红婵的火爆现象。全红婵能让这么多人喜欢，这么多人恨他，是荣幸还是悲哀呢？不管如何，全红婵在他的路上一直在成长，我们也在喜爱他的路上一路陪伴，而讨厌他的人也会一直跟随。古来成大事者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，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全红婵，加油！